治安是目前社会非常关心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是希望能够从学校营养午餐来做我们食安工作的这个开始，当然还包含了后面还有很多跟食安五环有关的政策，也希望能够落实学校营养午餐部分，做到至少让家长觉得他的小孩子在这个学校里面吃的东西是安全的。